最新的按摩椅多了人手抓捏的功能。工作忙碌，下班回家休息，希望能够舒缓一下一天的疲劳。为了完成在家就可以享受按摩的梦想，不少人选择添购一部按摩椅。而健康器材业者在按摩椅的设计上也是不断研发创新。现在的话，其实这个按摩滚轮的话，它是模拟人手，它可以模拟人手的开合抓捏，然后所以在你的肩颈的部位的话，它还有七段式的动态 3D， 所以它可以很深层的去抓你的那个肩颈的部位。光是用按的还不够，新一代的按摩椅功能再进阶，按摩手法进步到可以用抓的，只要用平板控制，酸哪里就抓哪里。感觉它的球体非常的突出，非常的立体，所以按压的时候觉得揉捏非常的舒服，然后非常的就是有深度，然后也可以按到就是让我平常那个肩颈的舒服就非常舒缓。你这样子抓捏的真的很舒服。除了体贴自己，不少为人子女的也选择在母亲节前夕为妈妈挑选一部按摩椅，天天到府为老人家纾解压力。三立新闻郑荣、刘玉成台北报道。好，大巨蛋安检报告今天出炉，北市府提出。